新闻想来点，状况连连，外送实况大公开。有哪一些这个外送的问题呢？第四名，服务态度不佳。公司有个外送员，然后送你的单，他送完之后直接把你的全部资料贴在我们群。对，有碰过一次那个外送员，他就来，吴小姐，我刚看到是你下的单，所以我就抢来送了。还好我那天有化全妆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